像格鲁吉亚那没开出没有，是这边，意大利这边排队，后边开吃饭，吃饭你得外边等着。操！没准我这么一开，好，妈的，他这什么牛逼了？也是，这远处那个就那个我说那个大学城，嗯，远处那大学城那儿，那时候也是有一个格鲁吉亚，一个在二楼上边，那里边挺大，那餐厅，我操！那啥地方啊，差点被大公公给他妈斩了。那个餐厅也是，哎呦我操，那什么人那么鸡巴老远的逼地儿，人老是满在那儿。那墨镜一戴，谁也不爱。操，肉了垃圾的，操你大爷！你早点开过去，他妈我就过去了。妈了个嘚儿的！那这耿悠悠呗啊，对，前面那块哈，对，拐弯，咱俩是听到还是那个哪块什么的？要不，不行，这不行哈、啊。你看那右边的标志，不吗？就是不行哈、啊。那他们来啥意思啊？他有人在里边，在车里边。啊，来车里边啊！我看那也没有人。你看那不是底下那不是还什么的吗？那个要停车，那是禁止停车的牌子。啊，看着看着。可以给你拖车拖走。操！奔驰弹射起步，刷出可。哎呦我的天！我这这，那得那咱这个包可嘎嘎鼓啊！我操，给俺顶烂了，我看这个。然后前面两个那个拖车钩子给顶烂了，给。哎，这块有车的呗？这不行、啊。我看都停着嘛，咱吃完就撤了呗。其实我们以前都停在这。你跟你说这没什么。警察没什么那什么，这块儿他说可啊，你就搁这儿啊。对啊，就这吗？得了，咱他妈搁这边来个车都已经。对呀、啊，操，去了。我那就搁以前那地方。啊，还得走。啊。其实这儿都标志，你看这儿都禁止停车的这个。嗯呐。不过这吃饭就下，一会儿要吃饭，你吃饭那不下有点，你再吃饭有点。地儿那边能好吗？你这。左边有没有停车位？啊，左边都没地儿啊！这边也没有，我操！没想看你几遍，上回也搁这块儿哈，搁这儿。咱们有没有停车的地儿呢？靠，哎，这个行。你走出多老远去了呢？他